消息人士透露，时尚杂志 ELLA 世界时装之院首席执行官兼主编小雪或将离职，结束其在 ELLA 13年的任期，已于昨日下午离开公司。有部分品牌负责人已经收到邮件通知，接班人或从公司内部提拔。目前，小雪并未对该消息做出回应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